选举就是中南海甲北中的选定的，大家同意？啊，其实咱民进党长久以来就是行这条线，咱就是行这条线。哦，过去咱民进党创立于1986年，哦，9月28日，为民主拍拼，一路拍破党禁、报禁，废除宪法100条，追求100%言论自由，啊，你还佫推动国会全面改选、总统直选，带动台湾的民主啊的这个发展。啊，咱就是要确保咱的主权啊，维护民主、自由、人权，啊，让大家当在这个土地过着。家己理想的生活，啊，这就是咱拍拼目标。咱宜兰县是台湾民主的圣地，咱今仔日民主，我都能行到这个坎站。宜兰啊，哦，咱前辈，我前辈，宜兰的父老乡亲讲得出话，啊，讲得出口。啊，你看，较早按桂武新安尼一路安尼来，桂武新啊，林义勇等等人。哦，啊，尤锡坤，啊，陈桥，一脉相传呐。啊，你看迄个宜兰的咱这父老乡亲，啊，每一辈哦，拢用上大民主力量来支持台湾，会当继续前进。啊，这拢真出人感动哈。